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小马准备再为大家开一套新的课程，什么内容？大家请看我的标题：AWS WAF 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，什么意思？是这样啊，大家请想。 咱们现在开发了一个应用，咱们呢发布到生产环境给客户使用，对吧？当今年代，咱们发布应用，我认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基于外部的方式进行发布，对吧？那么发布完之后，突然遭到了黑客的攻击，咱们该如何的抵御黑客的攻击呢？ 是这样啊，咱们现在开发一个 Web 应用，咱们更多的时间都是集中于业务逻辑的开发，很少涉及安全方面。可是呢，咱们如果把咱们的应用发布到 Internet 公网上去的话，咱们更多的是面临安全的考验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是这样啊，AWS 呢给咱们提供一套非常标准的 Web 防火墙的接口，WAF。 咱们只要在咱们发布应用程序的外围安装上 AWS WAF 防火墙的话，它能够帮咱们抵御。小马认为90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部攻击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屏障。所以说呢，小马就开一套课程为大家讲解这套防火墙技术。 好的，不过在开始本套课程之前呢，小马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了 YouTube 频道会员的朋友们，您的支持呢是小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好，那么咱们看一下我的课程介绍吧。首先说什么是 AWS w a f AWS WAF 呢？它是一种 Web 应用程序级别的防火墙，可帮助保护您的 Web 应用程序或 API 免遭常见的外部漏洞和机器人程序的攻击。这些漏洞呢，可能会影响您的系统的可用性，损害您的安全性，或者消耗您系统过多的资源。所以说。 u f f 呢，是咱们把程序发布到 Internet 上去之后必须要做的防火墙的工作哦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有一张图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大家请看这张图，咱们呢发布应用程序，特别是在 AWS 上发布应用程序的话，咱们一般呢会采用几种方式，比如说，大家请看 CloudFront，对吧？ API Gateway 还是 ELB 还是 AppSync，咱们呢大部分是通过这几种方式进行发布。那么，如果是咱们正常用户访问的话，当然是没有问题。如果是一群黑客向咱们发动攻击，该怎么做？咱们呢就应该在咱们发布的所有接口的外围增加一道防火墙，御敌于城门之外。 小马的这套课程呢，就是给大家讲解这个防火墙具体的设置以及使用方法哦。好的，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AWS WAF 在 AWS 认证考试中的重要度是多少呢？根据小马的经验，给出三颗星，可以说是中等，并不是特别的重要，但是呢，对于咱们生产环境却是非常的重要哦。好的。 接下来给大家访问一下 AWS WAF 的官网啊，给您访问一下，Ctrl C 做拷贝。这个是小马的官网，Go。好的，大家请看 AWS WAF 外部应用程序防火墙。下面呢是它的一段标准的介绍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您可以看一下吧。好的，回到小马的课件，WAF 的功能，这个呢。 是我从它官方网站拷贝过来的内容，咱们简单的看一下吧。WAF 都有什么功能呢？咱们大家一起来看哦。第一，针对 w 部攻击提供保护，这个没说的，对吧？第二呢，使用托管规则节省时间。什么叫托管规则？是这样啊 w 部攻击有很多常见的模式，这种常见的模式呢？ AWS 呢都帮咱们做成了托管规则，咱们只要去使用它就可以喽。另外，它呢可以提高咱们外部流量的可见性，这个没说的外部分析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易于部署和维护，这个真的是易于部署和维护哦。小马用过，非常的清楚。接下来，它可以轻松的监视、阻止机器人程序的攻击或者限制访问速率，这个也非常重要啊。比如说。 咱们呢开发这个 API，咱们呢以 API Gateway 的方式进行发布。结果发布完之后，咱会发现咱们这个 API 每秒钟遭到一百次以上的访问攻击，该怎么解决？咱们如果不采用任何手段的话，咱们系统呢会负荷非常大，而且呢容易出现节流，同时呢费用也会增加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咱们只要加上一个 WAF 限速的话，就轻松的解决机器人攻击的问题哦。最后，它呢，集成于应用程序开发流程中的安全性，在咱们开发应用程序之后呢，您也可以集成 WAF 的使用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本套课程您需要具备哪些个基础知识呢？小马认为您应该有 HTTP 或 HTTPS 的经验。 另外呢，您最好有 E、ER、L B、A P I Gateway，包括 Cloud Front 的经验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 A w S WAF 呢，主要是框架在这三个服务之上进行侦测和保护哦。好的，然后本套课程面向的对象呢，首先还是初学者朋友。 小马认为，您呢没有任何的外部安全的经验，您通过学习本套课程的话，您应该可以轻松的保护您发布的外部应用程序哦。另外呢，小马认为，您如果能够修完小马以下这四套课程的话，您对于学习保护外部应用程序呢会很有帮助哦。好的，接下来。 本套课程的难度是多少呢？小马认为不是很难，但是呢，可能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说，好多的基础概念呢，您都必须要知道。所以说呢，小马给出了三颗星。另外呢，本套课程的开发工具老生常谈了，对吧？咱们采用的是 VS Code，包括 Nano 的文本,本编辑器，然后使用的工具呢，咱们采用的还是 Amazon Linux 2和 Chrome 浏览器，这个没说的。 视频计划和以前也是完全的一样，每个视频呢包含一个知识点，并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内，甚至更短，尽量不超时哦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的课程的分类，因为呢，waf 呢是比较高级的概念，所以说呢，小马分享给三级以上的会员，课程文件呢也都会分享到小马部落 d i s c o 的专区。好。 以上呢就是小马 Web f w 应用程序防火墙课程的第一期，从下期开始，咱们就深入的学习和了解这个防火墙技术吧。